云礼师父三拜，大众礼佛一拜。好，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啊，哎，那么，各位尊敬的法师，各位尊敬的护法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那么经过三天呢、啊，我们的八关斋戒啊，佛山功德圆满。那么师父呢，信守承诺，信守承诺，信守承诺，就是本来我们要爬到山上去，在那边灌顶。后来看看呢、啊，我看到小哥很辛苦，那个扛着这个麦克风啊，怎么样、啊？那很辛苦。那地啊也是别人的，因为我们靠如意师的关系要给我们方便，一般他是没有开源的啊。那么我们后来想想，这样子不是办法，我们有这么庄严的大殿，为什么不利用？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个大殿。那么这个灌顶啊，加持它是在往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呢举个经典的依据，经典说哈，能够得闻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粒耳根呢，只要经过耳根呢，此人呢能够灭五逆十二重罪，临终往生净土，只要五遍。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我的妈妈叫做俗妈，她只要有安乐妙宝，她不管怎么样，我爱困，你的心一定爱灌顶，一定要灌顶。那我们以前呢，来到这个木屋，也就修安乐妙宝，一个真上缘，真上缘，啊，他不管多累，他一定说：“叔啊，先给我灌起来，我总爱困啊，先给我灌，先帮我灌顶，我要去睡觉了。”他八点多报告新闻，他就要去睡觉了，哦。所以我妈妈往生以后啊，24个小时，头顶她是热的，全身都是柔软的。这个你说人啊，有时候不能用自己的这个心啊，想说哇，这少许的一个灌顶持咒，怎么威德力那么大？确实是很大，有实力可以证明。那么今天来讲，师父要信守我个人的承诺。啊，说了就要去做，要不然人家会对我的信用大打折扣。那么在山上灌顶，竟然一言不具足，我认为我们要利用大殿。那大殿反而好，有麦克风啊，有冷气啊。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打法器的人，木鱼要用小木鱼，一定要用小木鱼。同时，那个大悲咒的念呢、啊，不能像洒净这样，要用中等的速度。啊，我们在洒净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时候大悲咒太慢了，我们等一下呀，要持大悲咒的时候要快。南无阿弥陀那多那呀耶，南无阿弥耶啊，那就要这种速度摄心。第一，我们整个过程一，先三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三称，由师父来几枪，啊，全部都用小木鱼跟引切啊，接下来。就是长跪，为了表示我们对观世音菩萨的尊敬啊，要长跪，长跪三次，念完大悲咒，那师父会引请啊，我同时会说坐下来，这个时候你才坐下来的大悲咒，大悲咒持的，我会衡量时间啊，五遍呢、啊，七遍呢、啊，会衡量时间，大悲咒念完了啊，就是开始念。南无毗卢遮那佛大灌顶观真言啊，然后结手印啊，结金刚拳插腰上。那不会结手印的人就合掌啊，再来念那个红观音咒，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三称，再念嗡阿哄瑟嗡嘛呢叭咪咪哄。最后呢，念完了呢，我们用唱念的嗡嘛呢叭咪吽啊，整个过程呢、啊，那么这赵慧啊，还有黄义雄啊，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赵老师，你走出来的位置是直接过来，然后你的位置在这边，
那五嫂你就位置就在这边，知道吗？走出来转过去，结束的时候归位，你就走过去再穿过来，哦，再穿过来，知道吧？哦，然后那个黄义雄哈，你出来的时候啊，就是走到这边，知道吗？你的位置在这边，不是在这边哦。你这样走过来这边，那吕居士就第二个转过来，也就变成最后一个，就排这个位置啊。归位问讯归位，就走过去，再穿梭进去。当第一排在灌顶的时候，第二排就要站在后面等，知道吗？啊，不能说哎，第一排灌完了。来，我第二排，嗯，啊，这个用火啊，我也不禁锢了，啊，第一排走完了，归位，第二排就补上来，这样速度就会很快，这样速度就会很快，所以啊大家要好好的啊，哎，合作一下，这样速度才会快，不能说第一排啊，然后就来说，哎，第二排赶快出来，哦，第一排出来的时候，第二排已经站在第一排的后面了。站在第一排的后面，站在一排的后面，所以简单讲，第一排在灌顶的时候，后面已经有一排在准备了，在准备了啊，在准备。所以来的时候，诸位就先顶礼一拜，像你们顶礼一拜，然后呢就跪好。来的时候就顶礼一拜就跪好。我们呢灌顶的时候由右边到左边，摸顶的时候由左边到右边。那是一次完成，所以等一下法圣的法可一定要在我的旁边，要端这个啊，这个大杯咒水，还有这个法师的麦克风要两个三个要助唱，这个中间呢，无论是大杯咒什么，不能让它断掉，或者是在灌顶的时候不能让它断掉啊，就法忏师就辛苦一下哈，中间那个不能让它断掉啊，在最后要灌顶功德殊胜行。啊，无边圣福皆回向，啊，这样子。好，诸位请站起来，请站起来，用小木鱼法师都站起来，啊，我来举枪，全部用小木鱼，啊，我来举枪，我来撒板。Oh, yeah.
Bhamma Shintoye Sapo Katsina Shintoye Sapo Matama Shintoye Sapo Nara Jinta Boke Noye Sapo Nampo Isante Noye Sapo Nampo Matnay Tanay Tanay Amma Ariye Koro Tepe Sapo Noye Sapo Masi Tendo Mantara Bato Ye Sapo Nampo Matnay Tanay Tanay Amma Ariye Yeah.
Thank you.
合掌跟着师父念啊，法师请坐。南无毗卢遮那佛，念南无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大灌顶光真言，南无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念南无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南无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念南无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其所应，去无明指，结金刚前插腰上，右手举起来，做慈悲印。不会的人请合掌，不会的人请合掌啊，因为是教过安乐妙宝啊，手不要放得太高，刚好放在你胸前那个位置。嗡阿摩嘎，嗡阿摩嘎，菲尔加纳，马哈穆德拉，玛尼巴德玛，吉弗拉，布莱弗尔达亚呼，一起念，嗡阿摩嘎，菲尔加拉，玛哈穆德拉，玛尼巴德玛，吉弗拉，布莱弗尔达亚呼，嗡阿摩嘎，菲尔加拉，玛哈穆德拉，玛尼巴德玛。吉弗拉布莱弗尔达亚呼，嗡阿摩嘎菲尔加拉玛哈穆德拉玛尼巴德玛，吉弗拉布莱弗尔达亚呼，嗡阿摩嘎菲尔加拉玛哈穆德拉玛尼巴德玛。吉弗拉布莱弗尔达亚呼，嗡阿摩嘎菲尔加拉玛哈穆德拉玛尼巴德玛，吉弗拉布莱弗尔达亚呼，嗡阿摩嘎菲尔加拉玛哈穆德拉玛尼巴德玛。吉弗拉布莱弗尔达亚呼，嗡阿摩嘎菲尔加拉玛哈穆德拉玛尼巴德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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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弗拉布莱弗尔达亚呼，嗡阿摩嘎菲尔加拉
Naha Mudra Vari Padma Chifra Brai Vardaya Hum Om Amga Sarjana Maha Mudra Mani Padma Chifra Brai Vardaya Hum Om Amga Sarjana Maha Mudra Mani Padma Chifra Brai Vardaya Hum Om Amga Sarjana Maha Mudra Mani Padma Brai Vardaya Hum Om Amga Sarjana Maha Mudra Mani Padma Chifra Brai Vardaya Hum Om Amga Sarjana Maha Mudra Mani Padma Chifra Brai Vardaya Hum Om Amga Sarjana Maha Mudra Mani Padma Om Amga Maha Mudra Mani Padma Chifra Brai Vardaya Om Mani Padma Chifra Brai Vardaya Om Om Amga Sarjana Maha Mudra Mani Padma Chifra Brai Vardaya Om Om Amga Sarjana Maha Mudra Mani Padma Chifra Brai Vardaya Om Om Amga Sarjana Maha底下我们要念的叫做宏观音咒，叫做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德咪吽。这个嗡阿吽就是指身口意，瑟就是完全清净，就表示我们的心啊，身口意啊，能够能舍完全清净啊。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德咪吽。阿摩尼巴德咪吽翻译成中文
叫做莲花上的摩尼宝珠。也就是当一个人身口意完全清净的时候，他就会在莲花线上显出一颗摩尼宝珠啊，这个就是宏观音咒啊的意义。再念一遍：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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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一句，你们跟着念：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咪吽。念：嗡阿吽瑟嗡嘛呢。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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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放下来，放下来。现在啊，要开点，要用力。气往上，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咪吽。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咪吽。那个太小声了啊，这个不行，开不了点。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咪吽。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咪吽。一起念：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咪。大声，嗡阿吽瑟嗡嘛呢叭。继续，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咪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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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呢叭咪吽。嗡阿吽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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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嘛呢叭咪吽。嗡嗡嘛呢叭咪吽。嗡阿吽瑟嗡嘛呢叭咪吽。嗡阿吽瑟嗡嘛
班德美吽Om Ahom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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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om Se Om Mani Padme HumOm Ahom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Ahom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Ahom Se Om Mani Padme Hum 好，那么等一下呢，念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时候呢，啊，第一排、第二排长跪，第二排、第一排、第二排，现在长跪，第一排、第二排，现在长跪，第一排。常跪第三排不用跪，准备一下，看第二排再灌顶，你们就要常跪啊。那么这个蒲团呢，稍微往前移动一下，往前移动一下，一点点，哎，再一点点，对对对，哎，对对，这个空间这样比较大啊。那么法忏师啊，还有所有的法师啊，那个在唱念不可以让它中断。只有用引磬打这个啊，阿摩尼巴咪哄啊，合掌，全部合掌。我说出列的时候啊，啊就站起来，从中间要从中间站起来，要从中间这样子走出来，要从中间这样走出来。啊，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要先灌顶吗？啊，叫厨房啊，好，那么等一下啊。啊，你们那边厨房里面就先吧啊，好，跟着师父唱。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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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Amen.